整天跟我说你眼里的世界，现在才好奇我的世界吗？我得小心一点，刚才雷达又侦测到奇怪的东西。当你的心不肯从实招来，痛会给你答案。我一直挣扎，不想陷得更深，但是今天在拘留所，我才明白，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回头了。你说你想来到我身边吧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站在一旁看着感兴趣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出去，不是在监视，是在吃醋。这是你之前拜托我的。车西珠，师长您就算被我这样摸也没有感觉吧？你还真的以为我是用大理石做的防空洞吗？怎么可能没有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《主君的太阳》。